叫刘美丽，来自河北霸州。我今天是向我的前夫和孩子们来告白的。我想见我的孩子，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他们了。离婚了。孩子跟着谁？孩子跟着他爸爸。我不知道他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，我根本就找不到他们。孩子多大了？我有一对双胞胎，今年已经八岁了，女儿还有一个儿子，六岁了。这么好的一家子怎么离了婚呢？有很多的原因。孩子，三个孩子都跟着爸爸，因为他强烈要求。他强烈要求跟着他。那这就更奇怪了，法院判了三个孩子都跟了 他都没有归你，那我这就更加可以揣测你们离婚的原因了。那你今天告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知道我是对不起他们。你对不起谁呀？对不起孩子。你怎么对不起孩子了？对不起这个家。